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提醒您本期看点，今晚快乐大本营，杨钰莹、刘涛、马苏、王大陆、高云翔、陶女也要和男斗，他们斗演技，女神男装大擂台，谁是你的心头爱？大陆你来给我们走一遍好不好？刚才刘涛一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没饭吃了。小小演技王豪浩前来助阵，芈月被玩坏。土包子，再跑你的头套就要掉了。他们斗气，王大陆脚都插进陀螺里。欣欣到现在为止毫无门道，他倒下来了。好，各位，马漂亮把自己抖下来了。你站起来，海涛，你站起来了，你开始抖了。他们斗智商，隐私大拷问，麻辣度爆表。在哪里最安全？就老婆不知道的银行卡里。高哥哥就说：“哎呦，这不是暴露隐私吗？”我说：“哪里啊？抽油烟接一个。”你们用心点答。男对，男的答对。呵。只会剪刀就剩一根了。哎呀！他们都反应，运动练歌房，手忙脚乱，众人齐被虐。哎，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刘涛这个是砸得特别狠的，好响，声儿特别大，好响。没事，我脑袋特别硬。啊！哎呀，我觉得是刘涛的问题。我觉得是刘涛的问题。再换一个，你换，再换别的试试。你第一下。每次。那姐姐，每次有点包了。究竟哪一对会成为男女大作战的最终赢家？广告之后答案揭晓。现在继续。星期六的晚上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我们有三位好朋友在第一波出场，营造出非常富丽堂皇的感觉，有没有？有百乐门的感觉，是不是？我们掌声欢迎三位，好吧？首先是我们刚刚，欢迎杨钰莹。大家好，我是刚刚。像今天这种只有你一个女嘉宾的感觉，是不是很爽？特别得意，就是蔷薇处处开的感觉。Okay, 但是呢，这个得意可能保持不了多久，因为等一下还有别人要来了。待会这些照片就会变成活人，幻化线了。我们现在都被挂在那儿呢。好，下面呢是我们这个高云翔。大家好，我是高云翔。之前来到快乐大本营的时候，也给我们留下非常可爱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最近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一曲王啊，哇，有情有义。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都觉得你会很辛苦，因为在我心目当中，你是一个很斯文的人，甚至有一点点就是内向或者害羞的感觉。可是一曲王他说呢，来啊，兄弟们，来给我们的家人们去抢吃的吧。今年冬天的酒跟肉就全靠这趟了。这个戏一定要野性啊。
对，这个男人一定要野，所以我所有的发声都要从底下让上走。嗯，对对对，包括骑马的那个在草原上的那种感觉，是一定要飞驰。导演觉得我把我这个60年的激情全部释放在义气王这个角色，会不会以后都演这一类的角色？天哪！那还可以挑战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老乌啊。人家好像啊，人家可以演老乌，演的好像。蔷薇，你该回家了。好，这个我们也期待刚一翔接下来一个像义气王这样非常有特色，同时也深入人心的角色。Okay, 那么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给掌声给我们的王大陆了，因为听说是第一次上这个综艺节目，对内地的这个综艺节目，所以说是首秀处女座。但是听说他是个特别爱玩的人，是不是？你现在会紧张吗？有一点，有一点。你先打个托马斯热热身吧。为什么要打托马斯？所以先跟我们这个满场的这么多喜欢你的观众朋友问个好吗？好不好？哎，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大陆。王大陆，2015年主演青春校园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并首次担任男一号。他将男主角徐泰宇这个痞痞又带着纯情的角色诠释得很到位。如果他是真的那么骄傲，别人不敢揍你啊！并因为这部影片一炮而红，成为炙手可热的当红小生。其实，在那个徐泰宇之后啊，又也拍了一些不同的作品。我今天还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新的，也是跟青春有关系的，然后那个扮相非常的帅气。那喜欢王大陆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我喜欢乖的，乖的就有气质的女孩子，乖的有气质的姐姐，乖的有气质的姐姐。那蔷薇脸都红了呢，害羞了。哎，真的耶！哎，刚刚你脸红了，好好看哦。你红起来是会连这从这里开始。金牛座的人很怕羞的。我知道，主要如果是老师也是金牛座，没有重点是如果有一点对上也就算了，乖的那个可爱的会那个姐姐，每一点都对上。对呀，我也脸红。啊，那如果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是像徐泰宇那种，对陶敏敏那样的穷追猛打的，还是说会把爱放在心里？你是那种特别大方的，比较害羞，怕，所以那怎么办？那如果两个人喜欢，就你要等女方来跟你告白吗？现在可能就会用手机交友软件吧。哦，交友软件，现在年轻聊得这么细，你知道我都已经开始说要发几条，所以我们那个年代都是写信，写信就是你得到一个回馈，就算同城都得2天以后。现在的这种 A P P， 他们那个年代叫飞鸽传书。对。但是你知道 A P P 如果是艺人用的话，也会有不方便的地方，你必须有。就是一定的私密性，或者你有一些选择性。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向你推荐一个年轻人，现在因为我录节目，每个节目他们都有在那个做宣传，所以搞得我也对他们好熟悉。我知道，就是那个品牌吧，就是那个他要来了，是不是？他来了嘛？对，探探你知道吗？我知道，你真的知道？对，你王大陆知道探探，王大陆也在用探探，不是那个好就好在。它是你可以选择，你比如说你左边啊，你看到海涛你就往左边滑，就是表示不喜欢。左边就不喜欢，对，就不喜欢。如果你看到港港你就往右边滑，或者看到我也可以啊，就表示喜欢。因为是两个人都得互相喜欢，他们才可以聊天，所以就不会尴尬，就不会说单方面我就是一个劲儿的跟你聊。他要两个人都互相喜欢，就是志同道合了，没错，兴趣都在一起。两情相悦的 APP， 两情相悦的 APP， 就是不但有缘分遇到，而且两个人还互相喜欢，那就真的可以有共同语言了。好，那么希望我们王大陆这个事业很顺利，感情方面也可以很快的这个滑到自己喜欢的，好不好？好，那今天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那两个宝贝疙瘩，我们的女神，而且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做了一个特别企划。因为今天的主题叫好女就要跟男斗，今天我们给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造型，现在开场的时候还不能曝光，而且呢他们要一起来争夺金胡子演艺大赏的这个名次。这是正规的正规的一个非官方的一个民办比赛。对对对，一个奖项是吧。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这个金胡子大赏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各位请看。娇俏可人的女生，你爱不爱？郭靖，我也要你。来，温柔贤淑的女人，你爱不爱？人呢？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强人，你爱不爱？专业的态度。
但在2015年年底，却在女星身上刮起一阵率性爷们风潮。是不是帅过李易峰 man 过吴亦凡？今天快乐大本营三八妇女节之反转企划，马栏山首届金胡子大赏正式鸣锣开赛。我与先王后是一母同胞，大王恩赐册封夫人。马苏变身还是呆萌小男生，난마음다잡았다이미五十已到。吴昕变身不羁少年徐太宇。唐明敏同学，要不要做我女朋友？哇！谢娜变身行走荷尔蒙一曲王。只要你死了，那遗照就会跟着你灰飞烟灭，消失不见。刘涛变身霸道少帅张学良。姑娘在这有熟人吗？可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卖墨镜的？你一晚上能卖出多少只啊？卖给你。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金胡子大奖最终花落谁家？让我们翘首以盼。入围者良莠不齐。我知道，新兴竞争力略逊，但是不排除有逆袭的可能，真的是，是吧？因为现场还得演，哦对，啊、嗯，而且还有扮相、嗯，所以我们就欢迎我们这个四位金胡子奖的这个有力的角逐者闪亮登场。나노좋아하냐난마음다잡았다이미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一个女孩站在大雪中，她在等谁呢？喜欢上你了，我们交往吧。但是你不能跟别人说是我跟你表白的，这样我会害羞的。算了吧，我已经收回了我的心，还是不要在一起了，还是不要在一起了。很有感觉，你们俩很来电。我本来想把他撩起来的。问一下港港有感觉吗？有感觉吗？对，我快哭了。你快哭了？对呀、啊，我第一次这样主动的表白，像一个男生。哎呦，马苏，没想到你们居然可以上演最萌身高差哎！我垫了3双内增高呀。也是太坦白，也是太坦白了。我一走出来的时候，我总怕会刮到那上面。这样演男生的感觉怎么样？嗯，有点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好的滋味还是不好的滋味？嗯，感觉要负点责任。我真的其实挺紧张的，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样像男生一样的表演。刚才评审当中有几个对你们的表演赞不绝口，比如说高云翔老师啊、嗯，是不是？嗯，我觉得马漂亮那个锁喉爆非常好，而且每次都很准确的锁喉，有没有？女之
前也拒绝过我。一般不是应该就是从那个前胸这样搂住吗？对啊，你直接给他锁喉，答应我，也是锁喉。好，大陆你觉得呢？我觉得两个眼神都很好，很好。对对，眼神很棒。维嘉刚才有激动的喊出“在一起”这三个字，对，搞得我都想谈恋爱了。Yeah. 来，我抱抱你啊！好，谢谢两位，锁住你啊！来，马漂亮，请就坐。好，刚才我们看到马漂亮非常精彩的表演，接下来第二段表演就要开始了。现在舞台上出现了一坨不明的物体。好，这坨物体马上它已经进入状况了。哇，嗯，我觉得当着这个男主角在现场，他们难道要真的糟蹋这部作品吗？我们来看一下，待会请原著来点评好吗？对，我们涛涛版的陶敏敏来。陶敏敏同学，要不要做我女朋友？你想把自己毒死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拽他，你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吗？大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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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你走开。不啊。我让你走开。不啊。今天的事情谁要是说出去谁就死定了。老大被甩的事谁说出去谁就死定了。我再说一次，老大被甩的事谁出去谁就死定了。你要是出现在我的那个社交软件里，我会把手机都扔了的。不是向左滑的问题。好，两位主演麻烦上台中间来接受评审的点评。哦，突然间好有压力啊，我感觉他已经超越我了。谁超越你？是我的美貌吗？上海帅的帅气吗？对，还有那个欣欣也超越我了，我当时怎么没想到这个造型呢？是不是？对，我学的是大陆。都怪节目组呀，安排我要演一个特别文静的花美兰。花美兰。景太蓝了呀。我可以点评你吗？嗯，当时你抹口红那一段呢，我觉得你应该口红应该换成鹤顶红。涂完了之后。应该换芈月里面的鹤顶红。我出来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找这么多人来堵你？可能是欠你钱。我觉得刚才的表演，海涛体现出一种这种恰如其分的油腻，但是呢，吴昕的表演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清爽。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我倒是有一种化学反应，就是有一种你看完这一集不想看下一集的感觉。那我们来问一下当事人好了，你觉得如何？非常非常认真，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效果，喜剧效果什么都有。我有一个问题想那个问你，就是你演戏的时候这两撮扎眼睛吗？我现在已经快被扎瞎了。有有有，克服这个问题，确实也不是很听话，是不是？对，那风吹的时候都要 NG。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当时电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看三遍，就中间王大陆出场的时候是咔的这个上半身，所以我看不到他腿，我只看到他。
就是那个上半身感觉是顺边的。嗯，那你刚才是怎么走的？也顺顺的，出场。对，哎呦哎呦，哎，大陆你来给我们走一遍好不好？全身的那个状况嘛。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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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敬业。哎呦，对，好，来，哎呦，每个人在这都要扮一下这个迷之楼梯，预备走。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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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你的笑容，快来拍我的肩膀，拍我肩膀啊！大陆，做女朋友，我倒是愿意，你愿不愿意？我倒是没事儿啊，爱我的人都了解我。麻烦下次要鹤顶红啊！好，谢谢，谢谢三位。好，接下来我们迫不及待的要欣赏第三段了。第三段呢？有一个非常忙碌的演员又已经就位了，就是我们物理港港已经就位了，很忙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超级的客串是物理佳佳。好，当然男主角到底是谁，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好不好？接下来请欣赏第三段的表演。我是谁不重要，你是谁对我很重要。小姐，你好美。可以问你，你是谁家的吗？我爹妈家的呀。哇，这么不客气。你别误会了，不是我对你有意思，是我的一位同学想邀请你跳支舞。我从来不跟陌生人跳舞。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提醒您稍后看点。刚才刘涛一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没饭吃了。我今天有两个男朋友。如果他们两个人是男生的话，你更多的会倾向于喜欢谁呢？是我不能忍受我的男朋友如此漂亮。小小演技王豪豪前来助阵，你越被玩坏，再逃你的头套就要掉了。他们斗气能，王大陆脚都插进陀螺里，齐心到现在为止毫无门道，他倒下来了。好，各位各位，马漂亮把自己抖下来了。你站起来，海涛，你站起来了。现在继续，欢迎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的节目是由指纹解锁超快的 vivo 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的。我从来不跟陌生人跳舞。在等我。你多大了？我多大了跟你有关系吗？好拽啊。我喜欢。没关系，也有点关系。我喜欢你。真不要脸。被你说对了，是有一点。可是不要脸的人不是更招人喜欢吗？我看你是卖墨镜的吧，你一个晚上能卖多少副墨镜啊？被你猜对了，太拽。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在梦里。
好笑。真的，你们把一个前言不搭后语、毫无内容的剧本演得波澜壮阔的，真的。偷走了。我今天有两个男朋友，两个我都喜欢，怎么办？两个都喜欢怎么办？没有，我们年代感不一样。我们先放维嘉回到平行系，默默的，好尴尬，上了个台。我跟你说，他不是我同学。我让吴昕来点评一下好了，都是男生的扮相，觉得你跟刘涛的区别在哪里？他的比较传统，我的比较洒脱。给自己评价还挺高。给自己评价肯定。啊，云翔你觉得呢？刚才刘涛一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没饭吃了。好帅呀，一出来。太帅了。他真的，他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有一米八高哎。对啊。而且他是唯一一个走过那个台阶没有等一下的人，顺利的走过来，特别帅，对不对？刚刚现在把墨镜戴，要不要给你把二胡？要反串啊！哦，涛涛，你觉得同样作为女性，你觉得你跟刚刚相比有没有优势？我觉得我刚才就是我们的相似度还是可以到90%。八十还是60%左右，就刚才看的时候，真的觉得觉得好美啊！啊，是。如果他们两个人是男生的话，你更多的会倾向于喜欢谁呢？难以割舍。你太坏了，没有办法割舍。还好不是同一个时代，年代不一样嘛。啊，对。但是我不能忍受我的男朋友如此漂亮，太漂亮了，太没有安全感了，对不对？但是你放心，男朋友的裤子有点肥，所以看起来腿还可以再长点，是不是？好，谢谢掌声。好，请休息。那接下来我们请出最后一段表演了。这段表演呢，为什么放到最后呢？是因为怕看完之后会有人身体不适，好不好？好，我们来请出最后一段的表演。嘴闭上，留你进风。楚国公主，你别跑！我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楚国公主，站住！楚国公主，站！哎，奇怪。远处看这么矮小，近处看也是这么矮小。你是楚国公主吗？因为她还没有等到她听的那种。不是，楚国公主不是这样，你长得有点像豪豪。等一下，你不要再跑了，再跑，哇，你的头套就要掉了。小妞挺有性格的呀，哇！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头套掉了，你就是个光头。我也是月儿。月儿，我让你停住好吗？过来，过来，过来。嘿，哎呦，没把我打着，腰带给弄掉了。小的们，呀，哈啊！你既然敢打我，打你又怎么样？小的们，先给我把腰带系好。来一个，月儿，我这么喜欢你，你既然敢打我，知道后果很严重吗？我只能说，你完了。糖吃，月儿，我最喜欢吃棒棒糖了，走。等一下，买泡泡糖之前，我送给你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跟随了我几十年。Oh no！ 这个你拿着，每天吃饭前闻一闻。Oh no！ 知道一个方法，可以永远都丢不掉它。什么方法？拿着贴上。好的，月儿。走，我们去买棒棒糖。豪豪最可爱的是一直跑一直跑，然后娜娜后面不吱声，她就只好一直跑。后来这个斗篷跑到前面变成了个围嘴，也跑的我腿都软了，跑的腿都软了，是不是？因为跑的太久了，对吧？哎，我的妈呀！首先我们请一曲王本尊来点评一下。我觉得娜娜真的是给我眼前一亮，我完全没想到，刚刚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回到《芈月传》的拍摄现场。就那种劲儿，你能感受到了吧？我能感受到那种 man， 是刚才腰带掉的时候吗？那种 man 的力，最 man 的就是那个不要紧，腰带是缝在上面的，那种无奈当中的坚强，超感人的，特别好，真的特别好，是吗？我觉得我们节目组很厉害，我真的因为之前节目组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做这么一套东西，这次真的非常像啊，巨资啊，真的是用了这好几百。做了这么一套，对不对，导演？很好哎。你觉得按那个原版那个觉得像吗？真的，你看，因为刚才他一出来，我觉得我的衣服娜娜怎么穿呢？怎么穿的这么合身？你看，原来一曲王是一条尾巴，还是皮草？你那个是灯芯绒吧？对，直到现在为止，一曲王都只是在评价衣服。不要再说了，我心里明白。鼓励一下豪豪好吗？我去，好好，月儿，你想不想跟娜娜姐反串一下呀？哎呦，好，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玩。对，豪豪，你来演一曲王好不好？你反串一下，你演一曲王。一曲王，你先教一下豪豪一曲王的感觉。我教你一句，就是我在跟芈月的时候最后一场戏，对芈月说：“月儿，你还在等什么？快来取我性命啊！”哦，我记得那场戏，好感人。什么？为什么？曲王完全可以跑了，那是因为爱呀。那是首先得有命才有爱呀。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跑吗？因为他腰带散了呀。好，准备啊，来 ，OK， 海涛，来，好，试一遍，试一遍，来 ，OK， 来，准备，三、二、一，住手！不要杀公主！我要杀了你，曲王！你要放了公主，杀了吧！不要阻拦我！还有谁？不要这样！住手！你是要吐了？老巫吗？你是老巫？还有谁？你是在演老巫？说，你是要吐了？月还在等什么？快来取我性命！月月，好，到了。芈月，你还在等什么？快来！住手！上啊！杀了他们！杀了他们！重建！杀了他们！重建！杀了！好，我们谢谢。评审们一致合议认为，四位候选人马苏、吴昕、刘涛、谢娜并列第一名。好公正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马上进入到我们下面的精彩环节。那今天呢，我们会分成男队跟女队来进行非常有趣的较量啊！我们想一个口号，好不好？我们想一个。好了，你们先来还是我们先来？啊，你们现在你们比较不精彩。我跟你说，非常精彩。对，预备起，有情有义真爷们儿。
就是好像越来越荡，越来越荡，蓝队蓝队什么都对，耶、yeah ，这个比较整齐。所以你们的口号是蓝队蓝队什么都对吗？对吗？好好好，预备，三二一，走！蓝队蓝队什么都对。我必须举报，这是自发的掌声。我必须举报，我掏在里面，心不甘情愿。他不是很喜欢，因为他很 man， 你知道吗？他是我们这一队的卧底，他非常爷们。好，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第一轮的比拼。第一轮比拼的名字叫做“热陀螺穿衣接力大赛”。祝各位好运！热陀螺穿衣大赛，每一组要完成三件衣物：上衣、裤子跟一双袜子。那么袜子无疑是最难的，大家用接力的方式，就看哪一队用的时间最短。那么现在呢，大家已经派出了自己的阵容，看来男生组呢派出的第一棒是我们的高云翔，掌声给他鼓励。女生组派出的是涛涛，无理涛涛，掌声给他鼓励。好，两队用接力的啊，下一棒要准备好，拿好裤子，预备计时开始。哎呀哎呀，加油，哇好棒啊，两个人的好好，机长机长，没事没事，你别管他。好，各位到欣欣这就精彩了，大家知道欣欣是快乐家族当中的银行力推动，接下来让大家怀念很多年在江湖上失传的震动模式。好好，高云翔穿成了，好，你下来跟他击掌，下来跟他击掌。好，击掌五上，好，来快，大陆，好，现在王大陆上场，王大陆轻松地跟上了进度。好，现在王大陆开始抖。好，王大陆现在开始抖，欣欣到现在为止毫无门道，他倒下来了，他倒下来了。王大陆看来也不咋地啊。哎呀，王大陆，没事吧？没事啊。王大陆脚都插进陀螺里。好，与此同时，欣欣已经很艰难穿进了第一个裤脚，看来女生这方面已经有优势了。现在王大陆不知道是因为刚才跌倒之后心情受挫，他现在爬都爬不上去了。好，现在吴昕已经两个腿都穿进去了，这样只需要站起来。好样的，吴昕，好样的。好，现在王大陆已经穿进了第一条腿。好，现在马苏上场开始穿袜子。罗老师是吗？好样的，大陆，好样的。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好，快跑！这个样子很怪，这个样子很尴尬。好，各位，马漂亮吧。马漂亮把自己抖下来了。好，现在一个是把自己抖下来，另外一个是裤子穿一半爬不上去啊。现在比赛非常的激烈。对，现在重点是他要如何站起来，而这个时候马漂亮找到了平衡，他已经开始穿第一条裤子了。好，哇，何老师来了，何老师来了，何老师加油，何老师快，何老师，哇，好轻松就上去了。加油加油，何老师！哎呀，哎呀！哇，何老师好稳！加油！不是我，还挺强的。收东西！哇！哇，收东西！现在可以跳舞。啊，在干什么？马苏，加油，马苏！马苏，加油！你大家可以通过微信下载马苏穿衣服的表情包，好可爱，抖动包，好难呀，怎么也没想到我们前面真的是赢了你们很多。对，其实欣欣在之前跟大陆两个人都穿裤子其实非常难，因为裤子不但塞进去，还有两边还要那样穿上去，其实非常难。但是马苏一上去，他就表演了一个抖抖抖，把自己抖下来那个。这你别说，你穿这个
看，挺好看，而且还就穿反了，穿反。他们说要加赛一轮。哦，加赛哦，娜娜跟海涛的 battle 就是跟成绩没关系，就是赌上尊严。来来来，我有袜子给我，袜子给我。好，来两位，准备。预备备，比赛开始，海涛加油。海涛，海涛别急，千万别急，娜娜还没上去呢，娜娜还没上去，别着急，千万别着急。海涛往前一点，海涛往前跪一点，好，海涛往前跪一点。娜娜那个膝盖啊，要往前挪，争取一步到位。对对对，找到重心，哎，非常好，哎，这样下来了。海涛先摇一会儿，海涛你慢慢摇一会儿，海涛现在对对对，先摇一会儿。海涛卡在这儿。哎，娜娜想到了一个方法，这个虽然违规，但是既然没有人提过，海涛加油！好，海涛，海涛，哇，穿好了，穿上！哎呀哎呀哎呀呀！海涛，你还有机会，别着急，别着急，对你现在非常重，重心非常稳，现在海涛在，不可能，海涛站起来！哎呀哎呀，海涛这样能挣扎回来吗？海涛卡在那儿了。我助你一臂之力，可以了。哎呀，感到全世界都在抖。海涛一定可以完成的，太可爱了。海涛一定可以完成的。海涛加油！海涛加油！定场，再试一个，再试一个。海涛，你可以的，我帮你摆好，帮你摆好，你保存点。现在冷静，你就想着这个中心点，走，可以的，可以的。下跳上去，海涛，走，一二，走，好。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你可以的，海涛可以的。突然你就觉得这个很容易了，对不对？好好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非常好，哇，这个重心把握得很稳。好，你现在在中间，你在中间，你可以的，海涛你可以的，好，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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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别急，慢慢慢慢来，哎，好，非常好，好，对，加油，可以的，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海涛，你站起来了，你开始抖了，你开始抖了，但是你马上就要站起来了，你现在开始抖了，可是你快成功了，对。你就好，快快呀！好坚强的表演！各位，2016年的第一个励志奇迹，好，好精彩，好精彩，好精彩！说，到底刚才谁在给我腿打电话？一直在。好，两位都非常辛苦。那么刚才的成绩呢是男生队领先，所以呢等下的环节里面男生队有优先答题权。 好，我们稍微安排一下道具，进入到火星撞惊喜。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提醒您稍后看点。动智商，没想到就剩一根吧，那我不是要跟猴一样挂在上面？哎呀，男人问美，麻辣私房钱藏在哪里最安全？就老婆不知道的银行卡里。高哥哥就说：“哎呦，这不是暴露隐私吗？”我说：“哪里啊？”他们都在阴，运动练个房，手忙脚乱，众人齐被虐。每次，那姐姐每次，你怎每次有点包嘞？vivo。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啊！我们的节目是由指纹解锁超快的 vivo 智能手机独家冠名播出的。火星撞金星，这些问题关于男人和女人，到底是男人更懂女人，还是女人更懂男人呢？当然是我们更懂他们，必须的。当然是我们不懂男人了。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猜懂这1000个随机抽取的网友的心，对，有可能他们的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场所有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不好意思，我们就抽中了他们，所以呢，这一切都有可能。道
到底是男人更懂女人，还是女人更了解男人呢？这个世纪难题，今天就让我们交给他们吧。1000名大众网友，导演组提前将生活中最常见的两性问题交给1000名网友作答，请看题目。而现场男女两队要做的，就是猜出这个问题最多人回答的是哪个答案。交友软件。Yeah! 当然，每一次的答题都是有风险的。同队的一名队员将会站在麻绳编织的鸟笼里，被升到高空。若是哪一队答出了第一名的选项，则可以剪掉对方队的一根麻绳。队友的安危，男女两队的荣誉，队友们又该如何选择？快去现场看看吧。那么我们呢，每队派一个队员上吊篮，升到空中。上吊篮，何老师，鸟笼，上吊篮。上吊当然很难啊，上吊篮儿，我们队派出的是佳佳。怕什么篮子吗？因为我们要表现我们男子汉的气概，所以我们派出了我们男生队唯一一个恐高的，最怕高的。没问题，战胜自己好不好？你们呢？我们这边其实要想上吊篮的挺多的。没有，是这样的，本来呢是让我上的，但是刚刚姐姐说了，她一定要为我们蓝队做点什么，所以她打算要上一下。还有浓厚的杠杠杠杠杠杠杠，该成杠杠了是吗？杠杠 ，OK。杠杠，你知道平常恐高，怎么跳一下都觉得高？对。没有，他走路走，可能走路走高一点。不是。刚刚每一次，刚刚每次上楼梯都是哭着，我是这样。要不要从垫子？但是下楼梯他就很开心，下楼梯他就很欢乐。好，刚刚对贾佳，好不好？好吧，好，好，两位请上吊篮。好，两边佳佳站好了吗？好，负责升高。一定要站好。热气球的感觉，哇，真的很紧张哎，各位腿软了怎么办？哇，我看出高云翔怕高了，他现在看都不能看。对啊，放低了这个高度。好，我看忘记那些，忘记那些。好，准备了啊，准备。哎，好。看到这样惊险的鸟笼，不禁要为在空中的两位捏把汗啊。而在本轮前两题的问答中，随你便，交友软件。耶！两队都各失一分，战成了平局。所以现在要剪掉佳佳的一根，刚刚加油。接下来的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好，来来，我们先来答题，先来答题，来准备。谁来？谁来？就是、王大陆，你来，你来抢。对，你喊三来啊，准备啊。你小心，他腰断。四段飞段。三二一，开始。啊 ，no。没事、哦，他们答一个垫背的，然后我们再答。我们给他终结了。听题，请听题，请问，男人认为把私房钱藏在哪里最安全？何老师，就女人不知道的地方啊。他们先，他们先。就是他老婆不知道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别的房子里啊，别的银行卡里啊，别的。要准确一个，准确一个答案。那就你等于没答，把私房钱藏到了藏到老婆不知道的地方，这不等于没答，对吧？那个，对，就老婆不知道的银行卡里，藏到银行卡里最安全，有这个答案吗？我以为我们赢定了，因为我们这边有活生生的例子。他藏在哪里？高云翔藏哪里？我高哥哥，高哥哥就说：“哎呦，这不是暴露隐私吗？”我说：“哪里啊？抽油烟街里。”哪里？那都是小那。我跟你说，在节目播出之前，赶快换个地方。这一播完了之后，我跟你说，雪儿就在家开始。大家收到啊。凡是找的那种有点黑黑的钱，都是高云翔的。高云翔的，看看其他答案来，看看其他答案。你看，网上、家里私密处、父母家、办公室、支付宝。家里私密处是什么地儿啊？是哇，这。我觉得刚才抽油烟机应该算第三个，家里私密处。家里私密处，太算了。好，来，大陆上。好。看着有点那个
好，断了。我剪到就剩一根吧，那我不是要跟猴一样挂在上面？希望不要到那个地步，好不好？好，我们会帮你，我们会保护你的，高跟姐姐。下一题换王大陆来抢拍，来。那我们换。你们来一个人喊三二一开始。那个涛，涛来喊三二一开始。我们两个人在戏里面，我们在演一部戏。什么戏啊？哎，叫什么来着？28岁未成年。是不是你们在上面聊天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上面的事？哦 sorry 来来来，抓紧抓紧节奏，抓紧节奏，上面还挂着俩呢。好，来，三，你们倒是聊得开心了。27、28，3、2、1开始。哎呀，什么情况？我们男队为什么呀？老师，我都跟你们男队想好口号了。男队男队，预备起，好，听题。没抢到过一次。请听题，请问女人失恋后会怎么发泄？哎、我知道吃。你不，哎呀，这个肯定他们能答对，又得剪一根绳。吃吧，吃。吃吧，我觉得宣泄吧，买东西，不停的吃吧。哎，唱歌，唱歌，唱卡拉 OK。我还洗脚呢。不是，我怎么觉得你那唱歌像跺脚？快点的，吃，吃是吧？吃，狂吃。耶！哎。购物，第一名。啊！还有，第一名好不好？不是，来你们猜，现在到你们猜。我觉得唱第一题不会是泡脚吧？叫什么？好，他们说泡脚。不要，他们说泡脚。不是，睡觉。啊，睡觉。啊！居然是睡觉。哎。哇塞，这女的心也太大了吧！失恋哪能睡得着啊？我们不会睡觉，你这睡不着啊？睡觉是我会疯狂的哭。为什么答案里面都没有足浴？这1000位粉丝，他们在失恋的时候采取的是睡觉。这就要剪佳佳一根了耶！王大陆，上场。哇，小心点哦！你高剪。啊好，哇，哎可以，没问题。他剪了以后好像更稳一点了。好，下一题，来，星星来，海涛上，来，预备，3、2、1，开始。哇，不可能！男队，全部答对。好，来，女生来吧，听题。男队，请听题，请问。男人最怕女人问的问题有哪些？这个我们很有优势。我知道。哎，这个环节简直是为我云翔度身定做，太精彩，太精彩了。对，你们先打你们的。一口气说出20几个字，听着都是一针针都是扎在心上。来，1、2、3，你爱我吗？这个肯定有。没有。哎呀呀呀，下一个，来，我觉得刚才云翔说的十几个里面，一定有一个是第一个的。他说了10个。十几个，每一个都是我觉得，哎呦。来，你随便说一个。我们全权交给云翔哥，好不好？你随便说一个，好不好？男生最怕女生问的就是你，那个我问你个问题，你不要生气啊。嗯。你在遇到我之前，你交过几个女朋友？有几个前任啊？10几个居然跳了那个没中。这个没有，我们只是跟大家秀一下刚才他是怎么跟我们说的。我们其实要答的是你去哪儿了。好，你去哪儿了？不是，我们其实没想说那个。你答。刚才电话是谁？谁打给你？刚才电话谁打来的？刚才电话谁打来的？我们也想到一个，谁抢到第一个谁赢，好吧？我和你妈掉河里，你救谁？没有，应该没有。对，不对？这里面有错别字。你先救谁？什么意思？不，救就是救着谁，也可以救，无所谓。来，我们再剪佳佳一个，佳佳你真的不能那样，我觉得好危险。你们认真答题好吗？好了，就知道几对五啊！真的是没有抢，也没有抢到过第一次。我一定会抢到，这次我一定会抢到。好，我们答。先站一点，佳佳。刚刚三开始。哇！哎，
男队的朋友们，请接受我一个白眼。佳佳，虽然我们没有拿到第一个抢答权，但我们争取第二个就把第一题答对，好吗？爱你，希望如此，好吗？一定会的，来出题吧。我们会为了你加油的。请听题，请问，女人在与异性发信息时，最讨厌收到什么回复？女人，我呵呵你一辈子，是吗？我就会答这个。你想听到我说什么吗？啊，呵呵。但是说实话，这样好不好？我不给你们一个机会。如果你接下来连着答两个都是二和三，我们就算我们这边。多喝水。谁要这些有的没的呀？我说一个，你跟朋友聊天最讨厌听到我在忙。我在忙，有吗？你看，还不如让我下去答。你再答一个，刚才价格都快跳下来了。如果你再答个第三个，你就有机会。佳佳，你答第三个，你答第三个就换我上去。对，女人在发信息时最讨厌收到什么回复啊？女人在女人他答对了也没用，没有机会了。B。你下来，你下来换我上去。不要了，不要了，你下来换我上去。真的，真的。不要下来了。你好会答哦。佳佳，你都到那个时候，你下来真的不划算。好，看一下四五好了，看一下四五好了。刚姐出汗了都。省略号，知道了。哇，真的都很烦这几个字。真的，真的。好，还要搞啊？又要剪一根维嘉的。哇。啊，你还有什么好疑问的吗？忙。我在忙，有吗？你看。哦。剪掉佳佳的一根，这又要剪佳佳一根了耶，又要剪一根维嘉的。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来个痛快的回答哎！我觉得大力同学好像剪得挺开心的样子。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好像要翻牌子了。其实这样就已经是分出胜负了。哎呦，皇上今天晚上选了嘉贵人。我坚持不了多久啊，我跟你说。准备，三、二、一，开始。耶，请听题。请问，女人说哪句话能让男人迅速从梦中惊醒？佳佳，你放心，我们这下一定能把你救出来。我们的答案是，我怀孕了。哎呀，好像要翻牌子了。啊 ，no， 开始。哎呀，佳佳，你放心，我们这下一定能把你救出来。笑笑什么？这事怪我们，娜姐说的就是这个，我娜姐想的这个我们没选。我帮你们剪啊。赵平衡，事情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你说吧。我好。三二一，开始。耶。啊，什么？什么？什么？让你啦。咦。请听题。请问，男人吃醋时会有什么表现？佳佳，哎，你来答，你死也死在你自己手里。别、啊，男人吃醋时会有什么表现？我觉得有一个肯定让假装做别的事情，假装就掩饰嘛。啊，我知道了，掩饰。不是，啊，没有，海涛，该我们了。男人吃醋时候表现就是。该我们了，还说的是好，肯定有。好，你们答。刚才有个小朋友好可爱，男人吃醋是表现生气，真是很纯真的答案。生气呀，生气，要
们就生气。有时候最纯真的答案就是发飙，发飙啊，发飙，发飙啊，发飙，我不是说给你们听的。哎呀，发飙，发飙。答中第一个，何老师，啊，一举答对第一个，对，以牙还牙，假装跟别的女生亲近，别的异性亲近，啊，刚刚，哎，有想法吗？而且可能姐很优美的在荡来荡去，对呀、啊，像仙女一样，我已经在荡去，我这边的，月亮真的困兽，来音乐，月亮船呀耶，刚刚你回头再唱吧，赶紧答。假装不理你，哦，有了是吧？没有，假装不理你，就是佯装不理你，没有，假装不理你，佯装不理你，对，冷暴力，假装不理你，装忙，啊，假装不理你，装忙，假装不理对方。啊，围剿，我听到有人，接下来围你们居然还有人说叫他，我们叫围剿的人说掉下来，围剿，不是，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围剿挂树，啊，等一下我该怎么办呢？你让绳子活在当下，对，哎呀，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他好聪明啊，他真的把那个绳子，他自己做了一个扶手，已经美死了。哎呀哎呀，还有一道，来最后一题，三二一，还有拍子，你快点啊，他手快，你快点喊，你俩得配合。对，三二一，开始。哇，星星加油！什么鬼？是又没有抢到吗？是的，我帮你转过来，你看着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我就一个人默默地对着舞台后面。好看下一题，来，请听题，请问女人最常用什么方式惩罚丈夫？你们先答，冷暴力。快点，这个很难坚持啊。分房睡是吗？分床睡啊，分床睡，沙发什么的那种，就不给他睡沙发。第三名，一举命中。好，一举命中。是什么题目？女人最常惩罚丈夫，不给零用钱。哎呀，我们这边不做饭啊，不做饭。坐着。不做饭不可能了，不做饭怎么办？不做饭他可以外面。你们怎么谁想的？怎么想的？你知道两个裙子有多难吗？不给做饭，不给做饭，媳妇这真的太好了。佳佳这个怎么弄呀？你这不就胜出了吗？快点吧。没有那个吗？其他两个有别的吗？有，看一下别的。有没有不让打游戏？有没有不让玩游戏？疯狂买东西，对，疯狂做家务。我好期待佳佳这个应该怎么剪了。王大陆，你剪还是我剪？你两只手挂着那个，我剪。好，哎，稳步了，你剪吧，那个，你剪，从他头顶剪，好吧，这样剪，快点，他先让我，你先让那个饼掉着，我再掉，好吧？对，就剪那个。王大陆，别剪错了，对，剪那根不是剪，他是抓的那根。来，把刚刚放下来。摩擦，佳佳，我们这次最大的失误就是让你挂上。对，因为你好会，你不但懂男人，你也懂女人。而且佳佳，真的好棒。好了，恭喜女生获胜。所以在接下来这一轮游戏最难的这一轮游戏，你们拥有了优先的选歌权。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动作练歌房。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提醒您稍后看点，好女也要和男斗，他们动反应，运动练歌房，手忙脚乱，众人齐被虐。哎，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刘涛这个是砸得特别狠的，好响，声儿特别大，好响。没事，我脑袋特别硬。哎呀。
我觉得是刘涛的问题。我觉得是刘涛的问题。换一个，再换一个，再换一个。你换换，再换一个试试。你第一下。梅子，那姐姐，梅子，你怎么梅子有点包嘞？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好，动作练歌房，这个很简单，因为你们赢了，所以你们可以先选歌，你们可以在容易的歌里面选。在选定歌曲之后，停。辣妹子，这容易啊。由对手出一个字，要求你必须换成指定的动作。妹是比较少，但是辣就非常非常多。但是辣比较节奏比较好找，对，你们决定是辣，好不好？辣好，辣。做什么动作吗？一定要蹲下去哦。没有做这个动作，或者是出了声唱出了这个字，都要受罚。每队有六次错的机会啊，如果超过六次，看你们唱到哪。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觉得应该就可以砸一下了，因为娜娜的头发不符合标准。来了啊，三二一。等一下啊，要看到那个前奏。还没有，还没有。一二，拉，每次放小，不怕拉，不怕拉，拉，每次放小，不怕拉，拉，每次上大，不怕拉。砸！啊啊啊啊！你们待会儿看回放，绝对是刚刚说，来跟着我的节奏啊，来听好口令，一二三四，拉。等一下啊，要看到那个前奏，还没有，还没有。一二，拉，每次拉，每次放小，不怕拉。我跟你说，这个环节对会唱歌的人压力特别大，条件反射。我一看娜娜每一次都对了，哦，不是说你不会唱歌。哎，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刘涛这个是砸得特别狠的，每次都好响。声儿特别大，好响。没事，我脑袋特别硬，我这还有。没有，他有盔甲，换一个位置哈。好，来准备。他是辣吗？辣是不是？记住，辣不能唱啊。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妹子辣辣辣。每次这么想不怕辣，辣每次这样打不怕辣，辣每次辣每次叫人。娜娜前两句坚持忍着没出辣，到第三句不怕辣，好大那个辣，辣妹子吓人不怕辣。那边有个辣妹子往这边。每次从小不怕辣，辣妹子长大不怕辣。没想到男队的注意力都被娜娜和星星吸引，却没发现还有两个人一直在浑水摸鱼。三二一，啊啊！哎呀，我觉得是刘涛的问题。我觉得是刘涛的问题。他是刘涛的头是个尖头。我觉得他是不是个子高的原因？有可能。他这中间好响啊！可能是他最高。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再换一个试试。现在连第三句都没唱过去，加油好不好？前面四句，佳佳会给你们稍微放点水，好吧？加油啊！记住辣不要出声啊！来，我跟你说，放一点水你们是过不去的，我会多放点水，好吧？扎死敌。对吧？每次，每次。你怎么每次有点包嘞？还没开始哎，走，没有，还在间奏啊。中间有过门，不要一来就辣妹子。哎，你们注意娜娜，太好笑了。每次浪，浪每次浪，浪每次浪，每次浪浪浪。每次从小浪啪啪，浪啪啪，浪每次叫。我觉得也是，
你们要不信，你们看马苏的回放，没错过一个辣子。不能怪马苏，不能怪马苏，因为旁边港港不但每一个都没错过，唱的还特别好听。辣妹子辣，辣妹子辣，妹子从小辣不怕，辣妹子长大不怕辣。他现在才知道辣子不能出声。谁？啊？什么？马苏、啊，这个游戏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能唱辣子。我说吧，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待会儿选出一个辣子唱的最多的，真正的辣妹子。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两个人非常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俩，反正我是知道有一个中辣，有一个重辣，还有一个变态辣，是吧？好，来，烤鸡翅来了，预备。鼓掌。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妹子辣辣辣。妹子从小不怕，妹子长大不怕，妹子将来都不怕，有一身好脚好脚。风吹吧，妹子从小啊，不走了，没有到。过门。妹子还是甘肃直接讲马苏有一段混的，马苏看到马苏全程脸是失控的，你知道吗？特别紧。自从知道辣不能出声之后，再也没有唱出一个字来。对，没有唱。最后终于熬到最后，给我特别嘚瑟。而且刘涛呢，前面就好自信的，全部都唱，就是觉得哎，自信很自信，就是啊，应该不会碰到辣子吧？就是要辣不怕。好，女生不容易，来掌声给他们。接下来换男生，由女生来出题啊，女生出题。女生们让人捧腹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游戏的难度，而无情嘲笑女生的男生队，接下来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我们先选歌好不好？我们在难度歌里面，好，那个走起来。天！哇，这个难呢。看一下有些什么歌词，一定要让他们做最多的动作。那就是酒或者妹吧。我们是有两个字不能唱，哪两个字呢？第一个字是酒妹。这是两个字了。不，第一个词是酒妹，再来一个字就是画。对，画和花都是同音嘛。画就是画，花就是花。那你怎么考的主持人证？过了。画吧。其实你知道难的是哪个字吗？的字。你好像春天。的字。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好，九妹一个动作，得一个动作，好不好？疯了，你是不是疯了？对不起。哎，等一下，我有个问题。九妹这种在娜娜小时候就在内地流行的歌曲，王大陆能会唱吗？他念吧，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要用四川话。九妹，漂亮的妹妹。我听过。这首歌。好，九妹，我们做什么动作？九妹就是。哎，海涛都有话。哎呀，不行了，哎呀。还没让我们舔牙，他自己唱了个要舔牙。因为娜娜在九妹的 MV 里面只有一个镜头，就是在舔牙。才想起来。九妹，漂亮的妹妹，漂亮的妹。九妹这样吧，哎，好，胯要出来，好，胯要出来，胯，好，可以。这脚是弯的。歌词就是，还不一样，没有，好，太复杂了，是不是？不复杂，来吧，加油，我们一
次过啊，让女生们害臊，好不好？一二三，对不起。二三，加油！你好像春天的一幅画，画中的天上，画中的天上的红桃花。我听错了，等一下，轻轻何老师，请出列。怎么了？你好像春天的一幅画，你好像春天的一幅画，画中的天上的红桃花。有人听到了吗？没有听到的我请他吃饭，有人听到吗？没有。来继续。砸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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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站在这里好安全，因为都以他们的为准。我都没有碰到锅。我没有哎，我发型都没有变哎。高云翔用的就是刘涛那口锅。好，正式开始了。准备这样嘚瑟打，准备这样嘚瑟打。动作要优雅。整个过程表情是很美好的。导演要求很多。对。嘿。要有希望的表情，这个地方很有希望的感觉，很有憧憬。你好像春天一幅画，画中是天山红桃花，蓝蓝天涯可吻，天涯可吻。一曲王请出列。他怎么了？我们都感觉跳得好开心啊。我们都找到 tempo， 我们都找到节奏了，我们进入状况了。请回放一下一曲王。你好像春天。要有希望的表情，这个地方很有希望的感觉，很有憧憬。你好像春天一幅画，画中是天山红桃花。永远看到，要不是他个高顶住了锅，我就要生气了。来，继续。哇，这个好小啊！哇，这一把是以我的高度为基准的。为什么？你们也挨到锅了。这一把是蹲低一点，是不是？好痛哦。没有，因为你其实挡不到我，但是他们如果以你的高度，比如适可而止，就不会砸到我。但如果以我的高度，你和云翔就惨了，你不能砸到腰。主要是这次真的突然了，云翔你要争气一点，好不好？哎，这个能轻一点吗？还是好痛。好，记住。九妹是什么呢？九妹是这样，胯要出去。反方向的胯，那边。手在这边吗？胯要在对相对的那边。哦，哎，我是对的吗？你是超对的。我超对的。就你最对了。我超对的，好吗？一定要这样。就你最对的。超对的。来，准备，总分零分。我们上第二轮。飘到你身上，画中央是不是？画中央是不是你？画中央是不是你？笑。朵朵白云染红霞，哥哥心中就没你。画中央是不是你笑？朵朵白云染红霞，哥哥心中就没你。来 ，Follow me。太难了。来 ，One two。哇，这太难了。这个难。是接着放吗？接着放。砸吗？忘记砸了。太过了，已经过了，那句话过了。来吧，开始吧。砸吗？砸吗？砸什么？啊！啊！啊！都被砸了。哇。
很重啊，我的天哪，我第一次砸锅感觉到膝盖在受力，你知道吗？砰一下。加油加油，我现在不到心里我都不停了，好不好？要不是错得很严重。好好好好好，来来，九妹九妹后面接着得，有快的，加油加油，可以的。浮华漂亮的妹妹，漂亮的妹妹，红红的花蕾，红红的花蕾，可爱的妹妹，可爱的妹妹，心中的酒杯，心中的酒杯。你没听到经常有那个高以翔妹妹，最难的是那个的，你知道吗？的真的很难忍，的太难了，的非常难忍，妈呀，是不是？恭喜你们，恭喜恭喜，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提醒您下期看点。当神秘的歌手遇上快乐的大本营，在中国的乐坛很有分量的人物今天齐聚在快乐大本营，很想跟他们飙一下科技，好吗？光芒瞬间被瓦解。他是情歌王子张信哲，期盼你知道吗？他是妙音歌后容祖儿，他是炽烈今生黄致列。他是唱作精灵徐佳莹，名号将通通被放下，都是新人，在歌坛上他们很有地位，对，已经有地位，不管褪去歌手的外衣，展现最真实的个性。下周六晚，快乐大本营重磅企划，他是歌手，给你一个全新的他。谢谢，今天玩得非常开心。我们今天通过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的交流呢，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男人和女人之间多一些尊重，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爱。同时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每一位来宾的作品。啊，谢谢，加油了，谢谢，谢谢你们。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是，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母婴品牌红色小象飞鹤婴幼儿奶粉以及你好漂亮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看看快乐大本营。祝大家多吃多运动，天天好心情，天天开心。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双手你还有我，给你我的幻想，我的祝福，生命阳光最温暖。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个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